1947年初，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，改变战略部署，集结了优势兵力，对我西北、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。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，与苏北七战七捷后，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，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。这到哪里了？这是将军庙车站。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，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？消灭他2000多。对了，咱们到了山东了。嘿，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，刚才还在江苏，一下子到山东了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？桃村。哎，刘永贵，你家不在桃村吗？我说啊，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。你别扯了，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。说什么？说咱们天天打胜仗，你该当英雄了。啊，天天打胜仗，天天往后撤，反攻反攻，反到山东，再往北撤，1年多了。焦德元。再往北走，队伍就更难带了。是啊，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，很难。跟鬼子斗那么多年，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，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，这弯子是难转过来。是啊，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。我也有一点。关键就在干部身上。对。群众的转移和群众的情绪对咱们的部队也有些影响。是啊，营长，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？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4-5天了，让他们跟吧，迟早要收拾他们。呵，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，天上有飞机掩护，地下还有陆军护送，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。班长，后面这一路敌人，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？老跟咱们屁股后头，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。你别着急。神速，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，节节败退，无人深信。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，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
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。参谋长，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，占领套村。照这样的速度前进，明天拂晓赶到桃村，那是有绝对把握的。不过，军座，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，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。哼，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，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。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，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，给这个全部歼灭。报告，指挥部，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。那不桃村吗？是。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，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。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，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。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。嗯。有事吗？是啊，有事儿，我找他去。孩子你给带下吧，给我吧，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。赵大娘，赵大娘。嗯，大娘。嘿，你看看，这不是老高吗？是啊，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。不行了，老了。老高，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。大娘，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。啊，哦，那可好，又进步了。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。你那小闺女女名好啊。她可不小了，早长成大人了。打你们走后，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。那可好，她在哪儿呢？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，那不是吗？村长，村长，怎么样了？公粮都集中好了。好，二曼，二曼，哎，来了！二曼，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，把公粮给队伍送去。好，走吧。村长，村长，哎，来了来了。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。老高，那还不都是你，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，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。哎，走吧，回家喝水去。不去了大娘，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。老高，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，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？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。大娘，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，横行不了几天了，相信我老高，我们早晚准打回来。这你大娘知道。这孩子谁的？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，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。哎，蒋
蒋介石啊，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。是，大娘，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，眼前就得远着点。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？怎么？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，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？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，现在有任务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继续前进。队伍不像北撤，也没有这些事情。上老井，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。命令您停止前进，在桃村一线集结待命。什么任务？不清楚。停止前进。思想很成问题，赶地方，没有朱莉啊，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。你说嘛，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？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。再往北啊，我这口气咽不下去。别犯急躁病，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。退？退了哪是头啊，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，来了跟你干嘛？哎，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。一句话，相信上级，我们一定会胜利。你走你的，我可不来拦你。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，不用你操心。孩子你可要带走？看你那光说气话，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？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，家就扔下不管了。嫂子，别难为大哥了。蒋介石来了，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，就你说的轻巧。本来嘛，天亮以前呢，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。好吧，那么我先回去了。好好。哎，小二嫂。哎，村长，为了队伍的鞋子，赶快集中，快点送去吧。好。二曼，哎，该你站岗了，快去吧。啊、哦，我这就去。怎么样，永贵嫂，快弄完了吧？差不多了。村长放心吧，鸡叫头遍，保管完成任务。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，咱们就多辛苦点，早点撵完了，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。跟他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看你说的，三年不见面了，哪都没话说呢。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，给他们推磨压撵，敌人来了，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。张一鸣同志，我们营长请您去。好，我就去。起先呢，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，扯战士们的腿，耽误你们行动。
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。嗯。张一鸣同志和谁？我工作上的缺点呢、啊，实在太多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。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。你别表扬了，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。你刚才的话，真像是一把钥匙，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。我开会去了。好吧，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，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。你放心，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，我保证。好。高营长，一会儿有空，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。好。丁指导员呢？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，进行工作。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，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。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。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，问题就好解决了。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，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，就是怕再转移。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。真伤脑筋，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？我们要打就打了吗？说下去。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。谁？王冲。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指导员，会你主持吧，我得营部去一趟。好。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。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。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，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。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。不要紧的，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，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。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从苏中到苏北，从华中到山东，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？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他不向北撤呢？为了歼灭敌人。打一仗就走，打一仗就走，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。是啊，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，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。可是不行啊，同志，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，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，
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5、6个敌人，这就有困难，这就不允许通困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，通过你，通过我，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。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，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？群众方面，地方上负责。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，问题呀，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。在困难多的时候啊，作为一个指挥员，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。你呀，还缺乏这点。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，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。在西北战场上，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5座县城，消灭了敌人20000多，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。东北战场，我军三下江南，扭转了东北的战局。晋冀鲁豫战场，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，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。在我华东战场上，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。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。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，敌人又错误地估计，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。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，这就很成问题了。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，分陇海、津浦、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，企图跟我们决战。看形势还是很严重。上级的意图呢？集中我们的力量，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。形势是严重的，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，由南向北压过来。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，敌人想用分境合击、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。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，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。注意，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。对，文章就在这里面。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。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，好啊，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，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，造成敌人的错误，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，高度的机动，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，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？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，跑得更快。同志们，我们不是喜欢跑路，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，
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，势必造成兵力分散。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，把拳头攥起来，而敌人呢，现在是全面进攻，他占的地方越多，战线就拉得越长，拉得越宽，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，不断地歼灭敌人。像这样，同志们，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，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。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，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。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？一营在那儿待命。对，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。政委，你看，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，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，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。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。我立刻就去。还有什么困难吗？没困难，坚决守住阵地。通信员，有。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。是。高英台，队伍马上要走吗？不，我们要在这儿打仗。那好极了。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，我们要修工事。好，马上去。你我是简单的，快快修啊！对对，我配合一下。那比如说，要如果这样，什么敌人地雷啊？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。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，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。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，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，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，立刻渡过大沙河，攻占陶村。陶村是山东大门，是沂蒙山前哨，攻占陶村，临沂指日可下。我拥护分进合击、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，但是我们必须认清，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，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，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。这其中就大有文章。因此，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而且还要谨慎小心。是的，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，但绝不是畏缩不前。苏北苏迁一带，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，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。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，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。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。是的，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，有人不顾大局，有意保存自己实力，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。
我来说两句。我来说两句。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。老兄高见。共军一退再退，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。请看，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，南面是陇海铁路，东面是大海，北面是黄河，他还能往哪儿退呢？如果再退的话，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。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，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，使南北夹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。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。哎，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。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。据侦查，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。陈长官电示，决战情势已见成熟，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，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。张军长，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，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。明天12点开始行动，渡过大沙河，攻占陶村。是。李军长，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，堵住共军的后路，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，不得迟误。是。你必须赶回北线，立刻行动吧。是，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。总统电谕，鲁南决战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，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。愿为领袖效劳。希望老兄进展神速，我在临沂迎接你。不敢，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。一言为定，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，并祝你一路平安。我也祝你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团长，团长来电话。喂，报告团长，
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。放心吧，团长。有一连。喂，一连一连。张连长，你们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战士们清醒很高，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。营长啊，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？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。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，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。报告营长，敌人又发起冲锋了。啊。我到阵地上看去。好。情况怎么样？报告师长，八个钟头打退敌人五次冲锋。好，你们辛苦了。首长辛苦。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，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，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。上哪儿？向北450里路，想你们要五天赶到。任务呢，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。是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吗？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。说实话，师长，现在部队斗志正旺，要马上向北转移，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。同志，告诉你，仗是有的打的，而且会越打越大。你告诉同志们，不要怕跑路，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，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。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，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。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，吃一些苦头，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，更大的幸福。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，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，明白吗？对。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，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。是，立刻执行。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，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。是。
营长，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。打得好，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，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？不，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。转移？是的，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，我们必须要转移。有意见待会再提，现在按照命令执行，帮我们撤出阵地。好，执行。走了，这儿就变敌后了。县里都布置好了，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。上级决定，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。好，好，丁伯山，枪。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，也留给你们吧。太好了，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。不怕，我们有经验，有信心。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，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。胜仗，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。一定。家里都安排好了？孩子交给外婆了，我跟玉敏上山去，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。我们准能打回来。立刻派人把他屠掉，听见没有？是。
共军去向不明，我先头部队失去前进目标。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？谁知道？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，忽然去向不明。我看其中必有奥妙。老兄，不要煽情过敏。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。但愿不是如此。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。这样的空城计，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。共山200多里，所有的村庄、树林，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。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，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。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。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，忽然又去向不明，很值得研究。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。指挥部来电。10万火急，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，着你部火速增援。
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。嘿，北边干起来了。连长，北边干起来了。好，队伍有点休息，我去看看。营长，怎么北边干起来了？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，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。哎，马大爷，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？离这多远呢？那是凤凰山。离这20里地。我说同志啊，你可别叫我老大爷，别瞧我上的年纪，我也是个民兵啊。对，老同志，有你的。营长，营长，报告，团部已经转移了。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。师长说，在凤凰山有5-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。什么？5-6万？是啊，5-6万。5-6万，这可没有白干。5-6万了，5-6万，那么多。5-6万，今年中5-6万。出发吧，马人前进。报告，一团营奉命赶到。好，赶得正好。来来来，来。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。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，包围了敌人7个师。包围了这么多？已经包围了2天了。真没想到。没想到可不行啊。作为一个指挥员，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，分析情况。是我们的任务呢？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，原地待命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，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，仗还有你们打的了。是。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？保险的参加。我说不见的，不见的，咱走450旅游团是吗？可能去。哎，好，让你给接好了。班长啊，这个方向跑对了。是啊，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。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，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。哎，我说同志啊，你别再死钻营点了好不好？哎，这就叫运动战。哎，你看你看，人家俘虏都抓到了。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？是啊，没见过，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，够敌人受的。真要命，我们还带队看相。看别人打仗啊，比什么都难过。连长，我们什么时候上啊？你们急什么？还怕没任务？我们连长啊，嘴里说不急啊，可心里比我们还急。瞧他脸上的汗。
春，你们还不上啊？等在这接受俘虏啊？走吧，你在一边包饺子去。看你乐的，一会儿我们就上了。等解决战斗，你们再上啊。同志，别忘了啊，大炮不能上刺刀，解决战斗啊，还得我们步兵呢。上晚了可没你们这份了啊！是。好，马上执行。司令还有指示吗？好。司令员说，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，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。来得很快，这个敌人很狡猾，他不从正面来。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，阻击拦路敌人增援，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。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，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。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，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？好啊。营长回来了。营长，我们怎么样？上去吧。上哪儿？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。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，我们要回头向南。向南干什么？打增援。都到齐了吗？到了。好，我们谈谈。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，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。师长命令，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，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。师长讲，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，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。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好，立刻向摩天岭行动。是，坚决堵住敌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摩天岭还有多少路？还有30里左右。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？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。不管他，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，向凤凰山靠拢。是啊。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，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，也不致陷于重围。这也难怪，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，魄力是越来越小了。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。停车，向凤凰山喊话，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。
事儿。摩天岭，赶紧向我们靠拢！赶紧向我们靠拢！喂，你们要晨照，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！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！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！喂，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！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！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，请你把手伸过来，向摩天岭突围，报告。军座，指挥部来电，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。哼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，简直！命令303，强占摩天岭。是。把后备炮团提上去，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下摩天岭。是。山那边还听不见动静，没有动静就是快了。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。
袭来，嗯，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。602，602，喂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很困难了，我们已经很困难了，请你们顾全大局，赶紧向凤凰山靠拢，赶紧向凤凰山靠拢。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，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。看在党国的份上，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。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！
战争，空前胜利，凤凰山歼灭敌人，一个军部，七个整师，共五万余人。同志们，用战机全部前进啦！营长啊，这事我搞明白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们当时啊，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？为什么呢？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，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。对，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。好。五六万，五六万，一百八十门大炮，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。好。前面的敌人五万多，三十榴弹炮，给我看一个，给我看一个，三十门的。给我，师傅来电话，给我看一个，给我看，前面多少人呢？喂，高营长吗？告诉你，总队统领嘉奖我们，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。哎，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。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。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，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。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，胜利就来得更快。好，报告，据飞机侦察，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。我们还是进还是退，军座请赶快定夺。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，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。命令303、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。是。立刻向指挥部报告。是。军座，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。说下去。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，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，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。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，企图……放心，只有傻瓜才会上当。情况怎么样？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，现在没动静。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，犹豫不决。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，抓住敌人。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？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，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。为什么？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，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。好，有远见，仗给你越打越精呢。连里同志们都好吧？都很好。
同志们，辛苦了。首长辛苦了。要坐下吧。同志们，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。不行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。不能这么说，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。怎么样，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？不冤枉，要到这样的歼灭战，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。你们笑什么？我们笑北撤的时候，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。是啊，离开了老根据地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总会有点不痛快。可是为了将来，同志们，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？解放咱们全中国。对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，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，按照毛主席的办法，还要多跑路，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，而且越打越漂亮，才能解决问题。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，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。这还行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。政委，给中央打电报，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，报给延安。对，打电报给毛主席。对。同志们，我们再加把劲，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，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，保卫延安。指挥部急电，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，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，集结待命。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，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。立刻行动。是。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，把莫天岭给我炸平。对，完全没有目标。赶快告诉部队，注意监视敌人，敌人要跑。是。
么搞的？敌人不见了呀。是。好。好，一定不放过他。怎么，敌人跑了？跑了，狡猾的家伙。报告，敌人撤了，他跑了。跑了？嗯。我们呢，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，不但要追上他，而且要彻底消灭他，告诉战士们，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。军座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，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。在全国其他战场上，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。从这一点看，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，这并不算什么。军座，不要过分懊丧。这一来，给总统的刺激太大，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。这不是我们无能，是共军太狡猾了。就这么舒舒服服地跑掉。走。是榆树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爆炸筒。爆炸筒。哎
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，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。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，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，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。刘团长，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，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，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，不让敌人跑掉，坚持到拂晓，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，举歼全部的敌人。是。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，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。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？我准备交给一营。有困难吗？没困难，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，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，迎接大部队。好，你们马上行动，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。是。很好，就这样吧。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？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。哼，他们跑得倒快。报告，报告军长，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，另外还有4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。嗯，共军的胃口真大，吃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哼，这儿不是凤凰山。军座，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，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。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，绝坝放水，利用这水阻止共军，好准备决战。哼，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，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。前面是敌人，我们从左面插过去，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。
又喝到家乡的水了，又回来了。想法保住水坝，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，消灭敌人，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。军座，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。胡说，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不要紧。不要紧。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，命令各连巩固阵地，准备敌人反击，快去。是。命令先头部队跑步前进。是。该死的，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，你怎么指挥的？军长，快执行吧。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，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！军座，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，我看，作为一个指挥官，沉着两个字很重要。共军大部队，离这儿还远呢。偷袭将军庙车站，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。命令304，拂晓以前，把车站夺回来，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。一面联络友邻部队，赶快向我们靠拢。攻势还要加强。是。营长，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？大概还30里。这一仗打好了，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。是的。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，敌人一定要反击。营长，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，打阻击是有把握的。不管敌人来多少，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。对，张连长，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，要做最困难的打算。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，绝不放走一个敌人。郑源。放心吧，我人在阵地在。Thank you.
坝上发现游击队，命令炸坝呀！命令，炸坝！好，好，军已经渡过大沙河，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，两淮兵力空虚，无法增援。我看，我们还是赶快撤吧。向南京喊话，直接向老头子喊话，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。命令方都起，突围，向车站突围。
在这里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，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，迎接大部队，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。共产党员们，发扬党的先锋作用，坚决打退敌人反扑。同志们，立功的时候到了。
一鸣同志，我们又回师了。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。妈妈，大娘，你们来了啊！哥，熊贵儿，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。哎，看见你媳妇儿了吗？没有啊。你笑什么？胜利了，见了你还不笑？打得好，真打得好！消灭他这么多敌人，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。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，我们也不行。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。哎，你看那儿。三家是什么人？是敌人的军长。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，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，我也没拦他，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，跳进两天就好。押团部去。走。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你们辛苦了，为人民服务。你们辛苦了，首长。为人民服务。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，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。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。同志们，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。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、东北战场上、华北的战场上、晋冀鲁豫的战场上，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同志们，我们所以获得胜利，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。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，大踏步地后退，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。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。毛主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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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主席。同志们，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，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，严守纪律，英勇作战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，消灭蒋介石匪帮，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，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。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、反饥饿的运动，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。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，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。同志们，乡亲们，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，继续胜利的前进。